他是把日记抄哪里去了？讲一个故事好了。从前，有一对双胞胎兄弟，他们天生都患某种昏睡病，必须在脖子后面贴着特制的刺激晶片，才能维持清醒。可是家里的钱只够买一块刺激晶片。今天如果换成是你。抱歉，我呢只是想要知道大多数人的想法而已，就像是研究生写论文会做街头调查一样。我知道你叫做小珍，严格来说我并不认识你，我叫做大歪。最近交了女朋友，说不定就是那个贱女孩。关于什么放手，我都要抢回原来的时间。一人一天最公平，我很可能会暗示，但他是我双手勇敢，怎样才能把他关起来？少爷，你要跟他交往的时候啊，那小子高兴到整晚睡不着觉。但是你的名字呢？让我想起一个高中同学。有人吗？有没有人？哎，自我催眠治疗法。精神牢笼，就可以杀了他。打电话给你啊，除了跟你说这些事以外，其实还有个秘密。不过在电话里面不好说明白。你现在可以来不换住的地方吗？这样子没反应的，靠！搞什么啊？原本呢，一个人使用身体一天，公平。可是最近啊，不换使用身体的时间。变成了两天，我也吓一跳。知道，这代表什么吗？如果我放任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，那我下次使用身体的时间要等一个月，一年，还是更久。Kiss me. Feel my
heart with song that let me sing forevermore. You are all in love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. In other words, please be true. In other words,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. You are all in love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. In other words, please be true. In other words, I love you.小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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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险你没事。大娃太辛苦了，但是我还好，大卫已经被我。因为这
生不如死。So